Hello，我太难受了，我太难受了。我的对手是杨蒙恩和建国博洋，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，我太难受了。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。我想尽各种办法，我去找效果老板。我说：“老板，咱从节目考虑，淘汰我不能上热搜。”有道理。淘汰王建国可以上热搜，是因为没人认识我。老板说：“对，你是谁呀？”谢谢。今天的主题是上班。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。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，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上海话。他说这是英文。我说但这里是中国。他说但你面试的是翻译。没有这么强。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。我的校友全来了。当年在我们那里，海王这个词儿形容的还不是渣男，是我们专业年级第一。我来效果面试， HR 问我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，我说当了四年海王。他说你真不要脸，符合我们公司文化。我很喜欢鱼，大学在宿舍养了一盆小鱼苗，回去发现我室友在做足疗。为了从事这个行业，我还去学校鱼塘偷着练游泳，换气很难，要在水上吸一口气，水下吐出来，水上再吸一口气，我不会，在水上吐了一口气，下去喝了一口水，上来吐了一口水。我怀疑这个场面被人看见了，因为过了几天有人传鱼塘里有鲸鱼。这都咋想的，天哪。当年因为过度捕捞，嘉陵江渔业资源遭到了很大的破坏，我决定在实验室培育鱼苗放进嘉陵江。当时我在上游放，渔民在下游捞，鱼都懵了，啥意思啊？欲擒故纵啊！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，鱼都还记得，这鱼是七秒钟，七秒钟的记忆。我喜欢你们。很聪明，很聪明。我每讲完一个段子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，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。我太不要脸了，
符合这个公司文化。我们继续。我前老板特别爱讲大道理，有一次开会，他拿了一根筷子掰断了，又拿了10根筷子也掰断了，说看见了吗，你们加一起也斗不过我。太强了。刚才扯那么多有的没的了，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。其实职场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，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。有一天晚上下暴雨，我在街边看到一个男生忽然蹲下大哭，哭得很惨。更悲哀的是，路过的人不仅没安慰他，还围上去拍短视频。我很心酸，我走过去，我说兄弟你怎么了，他说哥我们在拍短视频。大老师肯定喜欢这破玩意儿，没头没尾的。没有想到吧。最后我想说，我去过很多公司，但效果是唯一一家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的，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。同事之间氛围很好，我还发现小北，有人认识小北吗？有一些。我发现小北是我的校友，因为他跟我说他们学校有鲸鱼。讲完了，谢谢。Hello。 上一轮结束后，我有了一种当明星的心态，我干了一件我从没干过的事情，去坐了头等舱。很失望，头等舱的空姐服务质量太差了，把我赶回了经济舱。现在小孩太嚣张了，我有一个5岁的侄子，他淘气，我打了他一下，他居然都对我喊，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？我说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？他说让他俩干一架呀。我也愣住了，问我哥他爸到底是谁呀？我哥说你疯了，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儿吗？我也不太理解我女朋友，她平常只看综艺，前两天我推荐她看奥运会回放，她被100米短跑迷住了，跟我说杨波他们怎么跑这么快，这还是人吗？我说你把2倍速关了。苏炳添百米成绩4秒91。我说你能不能少看点垃圾综艺，他说那你还去参加。我讲完一个段子会停顿很久，有人微博问我你是不是忘词儿在想呢，我说不是，这是留给观众投票的时间。我太不要脸了。我们继续。我很讨厌上班早起，
有一天我起晚了，怕迟到，打了个专车。上车发现司机是我老板，他看着我，你好像要迟到了呀。我说那就看你表现了，还是迟到了。他扣了我工资，我给了他差评。我很怕在生活中遇到老板。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，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，我很害怕，我假装看不见他，开始玩手机，来了一条微信，别装了，我看见你了。我很尴尬，因为那天我请了病假。他看着我，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？公主病。好了，我要讲一些正经事儿了，我要开始走心了啊！大家准备好。我来上海很久了，我有一年春节没回家，跟房东阿姨两个人过年。别误会，她已经70多岁了。她看着我，小伙子，我孩子今年也不回来了，但看到你吃饭，我好开心。我说阿姨，你也吃两口吧。就知道你儿子为什么不回来了。最后我想说，我的风格就是这样，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。但我最近有点后悔了，因为第一轮我拿我哥的婚姻开玩笑，结果上个礼拜他俩真离婚了，还让我开车送他俩去民政局。一路上我真的很难受，因为要憋笑。我哥更难受，他没憋住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哎。还挺管用啊。Hello， 我最近压力太大了，我去找导演说我要退赛，他说不用，我安排你淘汰。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，现在讲脱口秀。我一直没告诉我家里这个事情，直到前几天我妹妹偷着带我爸妈来看我演出，他们才知道我学的水产养殖。因为我是被调剂的，我全家一直以为我学的是计算机，所以亲戚们电脑坏了都问我什么情况，我说可能是缺氧吧。我大学很喜欢一个女孩，追女孩要动脑子。有一次她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，已经3年没人陪我过生日。我灵机一动，你生日是2月29号。我为了追她去学弹吉他，表白当天发现自己不会唱歌，于是让我室友帮我唱，他唱得很好，女孩都答应了他，甚至不知道是我在表白，还对我室友说下次清唱吧。去年我妈给我安排一场相亲，我对女生说我是脱口秀演员，她说那你能送我几张票吗？我说好。你也喜欢脱口秀吗？他说不，我是黄牛。最后我俩没在一起，但会经常联系。
上个月回老家，我奶奶告诉我一个噩耗，说我们镇上出现了一所凶宅，人进去就出不来了。我壮着胆子去了，密室逃脱，我也没出来。我爷爷知道后还去救我，门票太贵，回家了。我奶奶很没文化，我来上海，她问我，上海是江苏省还是浙江省啊？我说都不是，上海跟北京一样。她说啊，是咱河北省啊。我给他们家装了空调，但他俩不会用，夏天开着炙热，还不会关。于是他俩拿了个风扇进来，对着空调吹，以为能降温，热得很均匀。最后他俩在院子里睡的，因为外机吹的是冷风。需要一定物理知识储备啊。我们继续。前两天我朋友过生日，买蛋糕没买蜡烛，插了20根烟，许愿要戒烟成功，怎么都吹不灭。我到一所城市会逛它最好的大学，之前我去北京，在清华和北大之间选择了北大，因为我从小就听说北大有很多保安自学考上了北大，而清华没有，所以我断定北大安保比较薄弱，还是被抓到了。他说你为什么闯进来，我说你为什么没学习。最后我想说，其实这个节目带给我很多。我前几天，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女孩通过微博找到了我，对，说她要结婚了。她老公非常希望我去当伴郎，说唱歌求婚需要伴奏。其实上个月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了，但是我没去，因为很失望了。去年有个人上来就各种借钱，所以今年他们没叫我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OK。Hello。我太难受了。我的对手是杨蒙恩和建国博洋，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，我太难受了。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。我想尽各种办法，我去找效果老板，我说老板，咱从节目考虑，淘汰我不能上热搜。有道理。淘汰王建国可以上热搜，是因为没人认识我。老板说对，你是谁啊？谢谢。今天的主题是上班。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。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，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上海话。他说这是英文。
我说但这里是中国。他说但你面试的是翻译。没有这么强。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。我的校友全来了。当年在我们那里，海王这个词儿形容的还不是渣男，是我们专业年级第一。我来效果面试， HR 问我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，我说当了四年海王。他说你真不要脸，符合我们公司文化。我很喜欢鱼，大学在宿舍养了一盆小鱼苗，回去发现我室友在做足疗。为了从事这个行业，我还去学校鱼塘偷着练游泳，换气很难，要在水上吸口气，水下吐出来，水上再吸一口气，我不会，在水上吐了一口气，下去喝了一口水，上来吐了一口水。我怀疑这个场面被人看见了，因为过了几天有人传鱼塘里有鲸鱼。这都咋想的，天哪。当年因为过度捕捞，嘉陵江渔业资源遭到了很大的破坏，我决定在实验室培育鱼苗放进嘉陵江。当时我在上游放，渔民在下游捞，鱼都懵了，啥意思啊？欲擒故纵啊！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，鱼都还记得，这鱼是七秒钟，七秒钟的记忆。我喜欢你们。很聪明，很聪明。我每讲完一个段子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，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。我太不要脸了，符合这个公司文化。我们继续。我前老板特别爱讲大道理，有一次开会，他拿了一根筷子掰断了，又拿了10根筷子也掰断了，说看见了吗，你们加一起也斗不过我。太强了。刚才扯那么多有的没的了，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。其实职场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，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。有一天晚上下暴雨，我在街边看到一个男生忽然蹲下大哭，哭得很惨。更悲哀的是路过的人不仅没安慰他，还围上去拍短视频。我很心酸，我走过去，我说兄弟你怎么了，他说哥我们在拍短视频。大老师肯定喜欢这破玩意儿。
没头没尾的。对对对对没有想到吧？最后我想说，我去过很多公司，但效果是唯一一家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的，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。同事之间氛围很好，我还发现小北，有人认识小北吗？有一些。我发现小北是我的校友，因为他跟我说他们学校有鲸鱼。讲完了，谢谢。最近脱口秀太火了，我老家一个开足疗店的朋友都来找我合作，让我在他给客人捏脚的时候站前面讲脱口秀。我说可以，但需要你配合。他说怎么配合？我讲到梗的时候你抠他脚心。节目换了个风格。我以前觉得幽默能吸引女生，我中学开始就爱写笑话讲给我喜欢的女孩，她笑得很开心，然后讲给她喜欢的男孩，那个男孩再讲给我。一个笑话幽默了一圈，就我不开心。上海很多年轻人谈恋爱很现实，是为了分担房租，很现实。其实情侣同居之后也会有一些烦恼。有一天我睡得正香，我女朋友把我叫醒，她说杨波我睡不着，咱俩聊聊天吧。我很生气，我说聊啊，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？她开始数，数啊数，睡着了。我睡不着了。你们也能听出来，我的感情生活并不是很顺利。但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老师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但在我真正当老师之后，我发现并不快乐，并不快乐。我之前教高中物理，还是高三，压力特别大，题我都不会。学生也很笨，没一个能给我讲明白。后来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经常要和老外接触，但我英文很差，每次出去都是老板给我翻译。后来老板把我开了，可能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。每次谈完生意，客户老外都是过来加我微信。然后看着我老板，咕的照吧。我老板看着我，干得漂亮。杨波赢了呀。我说这句不用你翻译。
其实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，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只在一瞬间。之前有一次公司加班，晚上10点，一个女同事忽然大哭，说自己刚做完的20页 PPT 忘保存了。所有人都上去安慰她，老板都亲自过来一顿操作帮她恢复了 PPT， 发现只有3页。好啊，最后我想说，脱口秀是我的工作，但我生活中不是一个开心的人。我上次笑还是我哥结婚的时候，新娘跑了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okay。插兜啊，哈喽。去年上节目之后，很多人说我是丧气脱口秀，然后就有一些白活找我。我说我是丧，但毕竟还是喜剧。他说是喜丧。前段时间居家，大家因为无聊行为越来越奇怪。我对面楼的大爷连续3天站在阳台盯着我看。第4天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换回了男装。谢谢。那2个月我一直在回忆过去。我上学的时候，同学们为了不写作业会想各种办法。有一次老师收作业，我同桌站起来说自己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蒙面劫匪，把他作业本抢走了。我觉得他太笨了，连我都认不出来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邻居是一个精神病，他住得离我很近，就在旁边的床位。他跟我说他有透视眼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我会隐身。我一直在租房，租房装修一定要提前和房东商量好。我之前私自把房子的门拆了，房东很生气，因为他还没答应租给我。这不能怪我，这不能怪我，因为前一天他说1个月4000，我说3500，他说那没门，我说可以。我喜欢你们，有来有往嘛。我们继续。我觉得独居女性是一个社会问题，因为生活会很危险。我邻居甚至还买了一双男士皮鞋放在家门口，第二天就丢了。我挺难受的，我挺难受的，挤脚。我们继续啊。我在街边看到一个人卖唱，我看了很久都没给钱。他唱完看着我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帮他唱了一首。
我想说我们这帮人为了这个节目真的很努力，一些南方演员每天练绕口令，刘奶奶找刘奶奶买牛奶，我说你这样不对，应该是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经典超绿牛奶。六颗原生高蛋白，一瓶牛奶两倍营养。牛奶奶说：“这么好的牛奶，我才不卖给刘奶奶。”可以可以。我很怕和老板交流，公司团建，同事逼我去给老板敬酒，告诉我酒一定要比老板的低。我上去，老板，祝你长命百岁。最后分享一个我的研究成果，我发现男女的区别可以在一些小事上体现出来，比如女生看到一片湖水第一反应是拍照，男生看到一片湖水第一反应是打水漂。之前我约女生去西湖，她把手机给我让我帮她拍照，我技术非常好，十连环到了对岸被人捡走了，好在对方也是一个男生打了回来。但他技术没我好，三下就沉底了，所以当时女生狠狠地瞪着我，我心想天哪，还好我会隐身。我会什么？会隐身。讲完了，谢谢。Hello， 这两年脱口秀发展很快，内容也丰富很多。2018年的时候，所有演员都讲自己穷，这有一点不好的影响，会让观众同情我们。我坐地铁碰到观众，他说：“杨波，我给你刷卡吗？”我说：“不用，我就住这儿。”然后躺在了地下。最近呢，有了一点点知名度，生活少了很多快乐。我去逛鬼屋，被鬼认出来了。他说：“你是杨波吗？”我更害怕了。他还把所有鬼叫了出来，排队跟我合影，路过的人都傻了，看着我，你是阎王吗？我名字非常大众，去搜索引擎输入杨波，第一个词条是杨波修脚，大企业，全国上千家店，别人名字有书卷气，我名字有脚气。我很希望这个企业越做越好，然后冠名这个节目，以后这里写杨波，在领笑员旁边每人旁边摆一个脚的模型，让李诞拿起来，杨波修脚心灵手巧。哎，你们也能听出来，我最近快被节目压力逼疯了，写了很多非常奇怪的笑话，给你们讲一个。我有人格分裂，但一直没人发现，因为我另一个人格不会说话。不好笑吗？我就说不行吧。我们住的酒店隔音也特别差，我在屋里练段子，隔壁投诉我不好笑。我去请教了一个前辈，他告诉我不好笑的话就加音乐，然后我也就准备了一段。音乐呢，首先你得有一个乐器啊，都认识吧？对，是萨克斯啊。他的演奏方式呢是这样的，1234，好，先讲一下乐理啊，这个呢叫笛子，
这个节奏叫打笛，这是笛，打笛，打笛，是一个四三拍啊。这个不是我弄坏啊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两节拼在一起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拔出笛子 ，everybody。太破了。这个太可笑了，天哪！哎呦，不闹了。其实我是准备了一段配乐朗诵啊。好，音乐是我自己做的，没有版权啊。这个作品叫《我的2021》，又名《我的去年》。啊，一月，河北下了一场很大的雪。我醒来发现谁堆了个很丑的雪人挡在了门口，我一脚踢过去，是我爸岔气儿了。三月，我去学开车，教练一直骂我用各种脏话，我不服气跟他顶嘴，他说杨波你记住了，你以后是要当一个司机的，这些脏话都能用到。当然不是所有开车的都骂街啊，比如开过山车的。啊，六月，我去重庆演出，第一个段子调侃重庆人口音勒勒不分，现场全是重庆人，场面一片死寂，他们听不出区别。啊，八月，我没写出来，啊，十月，脱口秀大会播出，我在路上走，一辆车减速，能合个影吗？我说可以，但这里不能停，要不你跟我跑一会儿。我拒绝了，他骂我，我赶紧追上去，我说兄弟，咱俩一个驾校的。啊，十二月，我报了个防骗课程，当天我去了，老师没来。虽然老师没来，但我感觉上了一课。好，胡闹就到此为止了。接下来我说一下我2021最内疚的事情吧。邻里和谐真的很重要。我楼下301的小伙每天抱怨302大爷把垃圾放他家门口，天天吵。我找到301，我说兄弟，你才20岁，那大爷都60了，他打不过你的。两个人真打了起来，大爷被送进了医院，我很内疚，再也不把垃圾放3楼了。编的啊。最后我想说，我写的笑话很奇怪，我知道，我就喜欢这样奇怪的笑话。我也是，你不是不会说话吗？讲完了，谢谢。Hello。这两年许多行业发生很大变化，我爸妈开饭店的去年也关门了，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太赚钱了。然后我爸嘴里各种网络词汇，我对他少了很多尊敬。正常吃饭他说，儿子咱们开炫吧，我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，他说你爹味儿真重。我说你是我爹，他说双 Q。 我说爸比别 Q 了。我是双胞胎世家，我爷爷生了双胞胎，我爸也生了双胞胎。我说爸，你是怎么分清我和我弟的呀？
他说我是你二叔。我说那我爸在哪儿？他说你爸的杨波出去玩了。我最好的朋友跟我说他得了重病，我说你减减肥呀。但是我经纪人最近也开始逼我减肥了，我也有身材焦虑了。有一天买了个鸡蛋灌饼，想想不能吃，给了路边一个乞丐，他说不吃碳水。我说但你是个乞丐呀。他说对呀，胖了就不可怜了。我的风格叫 one liner， 中文叫一句话笑话。之前去大学演讲，下面坐着50个老师和1000个学生，院长为难我上台说，来一句话逗笑我。我说你学术造假。他说哈哈哈，真会讲笑话啊。我们继续。我中学英语成绩不好，60分的选择题只能得18分，老师很生气，说你信不信我把答题卡扔地下踩两脚都比你分高。我很不服气，凭什么他的脚比我的脚厉害。他说因为我是扁平足。我高中早恋，和女朋友在操场散步，有人抓我，掩护她逃跑了，只抓到了我一个，问我另一个人呢，我说没有啊，我自恋。嗯，神经病啊。你们很聪明，很聪明。嗯，我想先布置一下场地啊。嗯，你们觉得无聊可以先投票。嗯，嗯，我想认真说一件事情。我爸上个月住院了，他抽了30多年烟，我妈也劝了他30多年，但他不听。所以怎么说呢，也不能怪我妈下手太狠。我妈问她烟有什么好的，我爸说 YYDS 啊。我妈问我什么意思，我说愿意动手啊。我爸求饶，别打了，你是我的神。我个人看法，我觉得网络是丰富了生活，但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。我坐地铁，旁边大哥一直刷那种美女穿短裙跳擦边舞的视频，还外放，几分钟后刷到了我的视频，2秒钟滑走了，我滑了回来。谢谢。嗯，我说大哥别着急，他一会儿也跳。大哥看了5分钟，说他怎么还没跳啊？我摘下口罩，因为我不会，然后转身跑下地铁。我觉得我太厉害了，那一刻我觉得我太厉害了。大哥冲着我的背影喊，你等下回见面的。天，这茫茫人海的，1个小时后就见到了。他对我说的话是，来一句话逗笑我。讲完了，谢谢。 Hello。 他们太卷了，每天写稿到凌晨7点，
我晚上11点睡觉，7点起床，把他们房间的请勿打扰换成立即打扫。我们竞争太激烈了，包括在后台。怎么了？没插着兜是吗？今天的主题是躺和卷。近两年很多人考公务员，我有个 rapper 朋友都在考。我说哟，你怎么忽然奋发图强？他说哎，因为我有山东丈母娘。他考上了，工作是给领导写稿，现在他们开会已经有 flow 了。领导座位上写着 AKA 王科长，旁边座位没人，写着别来沾边。我女朋友是山东人，我跟他妈说效果文化是国企。前两天有人找我直播带货，我说我不是网红干不了，他说了出场费，我说我来吧，网红干不了。那次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明星们都去直播带货，原因和我一样，为了给家人谋福利。我中学条件很差，学校教游泳，没泳池，趴地下旱泳，看起来像练蛤蟆功。但我学习很努力，考上了大学，这在我们村很少见。我同龄人大多数初中都没毕业，他们问我考怎么样，我说还行，上了个211。他们请我去县里吃饭，还做了横幅，恭喜杨博高考取得211分的好成绩。我不算厉害，隔壁桌考了985。他们横幅上写着恭喜抽满分200多分。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，在重庆学的。去年我说我有个称号叫海王，其实不准确啊，应该是嘉陵江渔王。青岛有中国海洋大学，我们水产行业的最高学府。我想去交流一下吧，他说他们养海水鱼的瞧不起我们养淡水鱼的。我说你别太过分，我是嘉陵江渔王。他说少废话，我是黄海龙王。我养鱼的时候接触到脱口秀，开始疯狂写笑话。鱼塘没观众，我给鱼讲，鱼一直不理我，直到有一天我讲着讲着发现上来听的鱼越来越多，我非常开心，然后发现忘开增氧机了。当时一眼望过去鱼都是肚皮朝上，老板过来怎么回事，我说笑翻了。老板人好，没跟我计较，他说算了，你下去把死鱼捞上来，游泳会吧，我说分情况，在水里就不会了。谢谢。上节目之后我很不习惯，身边人都叫我老师，叫得我贼不好意思，还去考了个教师资格证。考完之后就很有底气了，很有底气了。昨天试服装，他说杨老师你等我一分钟，我去拿个鞋，我说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。
嗯，其实我时间到了，但老师想耽误大家一分钟。我真心觉得我们可以向鱼学习，不躺不卷，就游，找到自己的路线游下去。希望同学们都有鲤鱼跃龙门的那一天，那时候请记住，鲤鱼是淡水鱼。好，感谢你。